让我们的运动陪伴我们每一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工作这个压力之外呢，原来有这么好的用科学的很系统性的这种一套热动校园的这个方式呢，我们用在我们的企业，其实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今天为止哈，我们已经有34万的人次参与我们这个活动。阶段的时候，我换算过我的那个圈数啊，你如果环绕台湾一周是264圈，这个学期加起来我们已经580圈。其实运动真的是非常有效的舒压方法。每一个舒压的方式其实要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让它变成你的习惯，如果真的影响你，就是优质的一个体育课程，全员参与跟运动友善环境一直是这几年来公卫的一个角色。包括就是说，如果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去进行，比如说大家一起跑步，比一个人跑步好玩太多。运动之后，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精神会变得很好，然后再来因为有流汗的过程，然后会有一种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负面的情绪排掉。再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你精神好，其实后面就会连带很多好的影响。对，上课其实就会变得有精神，所以那个学习的吸收力会加强。八字形的滑轮步骤，好，这样1、2、3、4，连只要3次，你不但抬头挺胸啊，这个低头族的问题也会减少。孩子，